这边也放了吧。OK，这样子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啊，我希望啊，好不好？我希望。OK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保安做好了，工房，工房、教室、邮件、商店，然后教堂什么的，全部都要建，超麻烦。我看看啊。这样子，这样子多少啊？二十五十，好，请假。这什么了？干嘛又被禁足？徐教，你们要再没乱来？没事情做的话，我看一下哦。这不用，这个再等一下吧。这个巡逻路线，天啊，又是巡逻路线，超麻烦。我看一下哦，巡逻路线的话大概就是很麻烦，还是要做这样子。 OK，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。其实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巡逻路线，因为我感觉很麻烦。OK， 超麻烦，超麻烦，吃点吧，吃点吧。我先把这边给搞好。嗯哼。为什么他们会被禁啊？等一下，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感觉上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们进的啊！等一下，这个你们可以开始了，开始一个就够了吧 ？OK， 然后这一个也可以开始了吧？可以。OK， 然后假释都去都去都去好不好？假释也 OK 了，精神哪里啊？我精神嘞。精神不能吗？哦，教堂哦，教堂的话那不管我们事情了。教堂我目前帮不了。好，大概先这样子，接下来就这一边啊啊，我先把这个补起来。好，哎，最麻烦的事情出来了，各位，也是我最讨厌的事情。想一下哦，这边怎么建？教堂吗？我们这边做成教堂好了，做成教堂，大概这样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所以我们需要的道具是这个。老实说，我不太爱住教堂，很麻烦。哪里啊？这里吧，对不对？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吧。然后接下来就关起来。然后自己再做。既然给他们自由时间，他们还是没事做，是不是？无法给一个分配牢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你们会被禁足啦？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啊？你们到底又做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会被禁足啊？等一下。感觉上你们应该不会被禁足才对啊。感觉上，感觉上啊，感觉上。
然后我再把电刀拉一下，拉过来。那我要成交经验还好吧？嗯，惯了惯了，嘿嘿。精神指导 ，Go Go。然后这里等它灯亮起来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这应该先不需要吧？护甲电击枪进来，电击枪需要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我们还可以什么东西可以做？长期投资可以先变红利，交易可以先变红利。麻烦。OK。这个应该可以分配是不是？后勤这样子 ，OK。然后我们这边要放，我觉得自己还是放监视器好了，不好按哦，什么都看不了。接下来就这一边，我想想啊，我们如果这边做走廊的话，大概这样子。分一个小店，然后这边一个图书馆，然后我先拉一下。天啊，我快看不到啦！等一下，这样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没错，应该啊，我快看不到了，等一下，太暗了太暗了，快受不了了，看不到看不到。那我看一下哦，商店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店面，这里，然后需要像那个货架。这样好了，等，我觉得呢，我们先放桌子好了。那我们再放这个 ，OK， 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我们要开始建比较多的。监牢了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个人又被禁啦？等一下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我没有紧闭室，难怪。给我想一下哦，紧闭室哪里？这里。好，去吧。这样应该够吧？还是说我做完它好了？你刚刚好哎，真棒。去吧，我都忘记紧闭室这个东西了，对不起。对，你不用在那边为自己找理由了，你不管怎样，你还是很嫩，就这样子，这答案包你满意，好不好？不用问我，好不好？你再怎样问，你还是很嫩。你就算问小锤，我记得答案还是一样，所以你还是不要问他好了，乖。这样子应该就 OK 吧？先这样，掉。这样子。然后放监视器，在这里应该没问题。OK， 呀，这个没连接，真假的？不是后勤，不是情报，不对，我看一下哦，
那个你年纪是好不好啊？开会这个也要我来做吧，好麻烦哦。等一下吧，他还没接好。等等哦，等等哦。OK。然后你这个，然后再来，好了没啊？我在等你做啊，等一下，我这边的监视器嘞。为什么？建造更多闭路电视监视器，真假的？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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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哈，动了哈。这个会动吗？等等哦，我看一下。所以我这边还要再拉过来，这样子 ，OK。然后就是连接我的电电。我看一下我这边会爆吗？应该还不会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的话就拉上来，再拉过去，谢谢。那我看一下，商店可以五个人吃点吧，想想吃点吧。金属放外面应该没问题，然后再连接一下电电。好，我觉得这边还是要放一个警察好了，要不然感觉看不到，很麻烦。我觉得这个不需要。好，为什么这个不会动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那一个，为什么我这一个不会动？我看一下，连接这个，动吧孩子，动吧动吧，不要又没有连接了，没有连接我很痛苦啊，不要这样子。动吧动吧孩子，动吧动吧，不要卡在那边了，拜托拜托，你再卡下去的话我等下就哭哭了。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再进多一个，然后再连接过来。 OK， 那我看一下这应该 OK 了吧。然后啊，请让我探下去。这一边这样子，然后这一边要放什么？工房。我们这边可以再放多一个假宝石，如果真的要的话，还是放什么好嘞？等一下，我卡了。这样子吗？感觉好不好危险啊？可以不要吗？算了，放仓库，先这样子。好，等我先坐一下。等一下，不对，这样子。应该就 OK 了吧。就要变成我两个仓库哎，感觉好酷。这样子，不要，这边不要放这个门，哎，我才刚按下去。OK， 可以了。放远空门好了，然后这边需要分电台，跟桌子，然后这边放一个监视器，
边要放一个监视器吗？你放吧，算了。为什么会失败两次啊？你怎么了？这位同学，你怎么了？这位同学，为什么我的做纸会失败两次？不要吓我好吗？哦，我明白为什么了。这个门先打开，然后等我一下。门禁是这一个，门禁帮我连接一下。啊，这个不能吗？等一下，我难道我做错门了吗？